大家好，感谢大家对光盐宝贝儿的支持。今天呢，白雪公主家要请来几位客人到家里来玩儿。白雪公主呢，要求下人呢开着车去接一下这些客人，看看今天都谁来了呀？哇，车！来喽，回来喽！咚咚咚咚咚，一辆豪华的汽车回来喽！哇，好了，刹车停了，他们客人都一个一个的下来喽。看看，从车里下来了，这是一个非常豪华的轿车哟！哇，看看里面，好漂亮，还有尾灯。前灯，还有灯哦，叮叮叮，哇，是不是很漂亮？咱们参观一下它的车，好，然后呢，把这辆车停到车库里吧，咚咚咚，进了车库，把车库门打开，哇，车进去喽。假装咱们那个车进去了，这是一辆大车，所以进不去，放在外边。好，那谁来呢？看看咱们今天都有谁来了？哇，看看这噔噔噔，这是谁来喽？哇，是名侦探柯南来喽。他划着一个滑板车来喽，看看他的造型多么的漂亮，多么的帅气呀！划着一个滑板车，咚咚咚咚的来到了他们家。是一个柯南，看看他。哦，咱们给他安上。站不住的，哎呀！这呀有点小了，看看柯南来喽，这是一个穿着运动装的柯南，看看他的穿着多么的帅气。好，咱们把它放在这里。今天呢，都是柯南，是各种造型的柯南。咱们今天来看看他长得帅不帅气呀？哇，白雪公主是不是看他很帅呢？所以请了他来呢？哇，看看这个柯南在滑雪，对不对？对了，柯南在滑雪。滑雪棒，看看多帅呀！每一个柯南呢都很帅，对不对？看看他滑雪的样子，穿着滑雪板，呀！把桌子往边上放一放，要不柯南他们就站不下喽。这个呢，
看看这个柯南呢，戴了一个爵士帽，哇！穿了一身白色的西装，给它好好摁上。穿了一个爵士装，哇，低着头，多么的酷啊！是不是很帅气，很酷啊？对。接下来呢，又来了一个。看看，哇，这是一个戴着帽子的，多可爱呀，长得。看看啊，四种造型的柯南，五种造型，这还有一个，我们把它好好的给它安上。种造型的柯南都给他安好了，这个有点太帅气了，都看不着他的脸了。好呀，看看这五种造型的柯南都长得是不是特别的帅气呀？那他们都来到了这里呢，主人给他们准备了好吃的，好吃的水果。看看都准备了什么水果呀？看看有葡萄、西瓜，还有葡萄，很多的葡萄，对不对？小柿子、苹果，准备了一些水果和蔬菜，还有香蕉。好，咱们给它放到桌子上，让他们来品尝一下。还准备了哈密瓜、火龙果、胡萝卜，哇，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呀！还准备了冰淇淋、汉堡，咱们都给它装到盘子里，然后给它们上去。还有大桃子，看看又准备了冰淇淋、汉堡，然后呢，桃子，哇，桌子上还有饮料。
哇，准备了这么多好吃的，又让他的机器人，家里的佣人机器人给他们来一支舞。他们一边吃水果，一边看着机器人给他们跳舞。可能说："哦，这么好玩呀，这机器人，这机器人还会跳舞的，那会不会做家务呢？"白雪公主说："当然会啦，它也会做家务的。看看它跳得多好看啊，屁股扭来扭去的。"请他们来表演了，还请了凯蒂猫，让凯蒂猫说："你给他们跳个绳看看，我家的小宠物都会跳绳。"你看，凯蒂猫给他们跳绳了，哇，太厉害了！这把小猫训练的都会跳绳了。哇，白雪公主，你真的太厉害了！把你家的机器人、小动物都训练得这么好啊，我这个侦探呢，真是不如你呀。好，那今天呢就给大家玩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视频。喜欢我们的就请订阅我们吧，我们是光盐宝贝。哇，看看海蒂猫还在跳呢。接下来的每一天呢，都会给大家带去不同的惊喜、不同的玩具。那喜欢我们的就可以订阅我们，我们是光眼宝贝儿。今天呢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